这名醉汉胆量真够大的，迷迷糊糊的他竟然把圈养黑熊的场地当成了自己的宿舍，而他此刻却浑然不知危险已经将至，脑袋还稳稳地压着黑熊的胳膊呼呼大睡。但是接下来的结局会让男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头黑熊。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这头黑熊起初还算挺随和的，他并没有想要对男子立马采取措施，只是用身体牢牢地抱住了男子，并且不断地用自己的鼻子对男子一顿乱嗅。奇怪的是，不知是因为男子一身酒气的缘故，还是黑熊天生不喜欢对一动不动的人类下手，他居然撕扯起了男子的衣服。看来男子的酒味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黑熊把目光投向了男子的脑袋，没想到迷迷糊糊的男子只是不经意的举动，就把黑熊的注意力引到了自己的手掌上。而此刻的男子还感觉自己活在梦中，以为旁边是自己家里养的宠物，所以他的举动依然是一脸无所谓的表现。可就在这头黑熊对男子进行不断的探索后，瞬间让男子疼得抱头惊醒。本以为男子看到眼前的黑熊后会吓出一身冷汗，然而大家都大错特错了，男子居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，直接把自己的帽子薅到脑袋上倒头就睡。这种反常举动难道另有原因吗？原来男子是这家动物园的饲养员。之所以男子会这么大胆地相信黑熊，是因为这头黑熊是经男子一手抚养大，所以他们在长期的相处中已经不分你我。但是男子的这种行为的确还是挺危险的，万一黑熊今天爆发出野性，男子是否会有另外一个结局呢？如果有自己看法的朋友，记得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。